马，三匹，好自信哦，几匹马？不会你这个不知道吧？他不会几匹马。天哪，王子异居然要从几匹马开始玩。我很多年没看到有人几匹马还没玩过的。这里是几匹马？一匹，六匹。啊？他为什么呢？这个是，你不是做音乐的吗？我觉得你的节奏应该很好啊。自拍四，十六个音符，这里有几匹马？六匹，是不是？是。为什么有六匹呢？为什么有六匹呢？不是，你一定要先重拍。啊？这个我弄个最简单给大家。有几匹马？好难啊！好难哦。但是我勉强听出来了，三匹。冲！四匹，你们真的是没数清楚。我没数，但不他吐词有的时候有。吃字，他吃字，吃字。你看，你觉得这里有几匹马？我的妈，好多呀！那我们得算算一群马。你觉得这里有几？九匹啊！我知道了，来一个。我都这样了，还来一个？我知道了。他说把刚刚那个截掉，你再来一个。若男，你来一下，万一他没对，好好看。我出一个题，来。不能拍一下啊，你拍多拍几下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又知道了？我知道了。来，再来一下，来。万一他没对，好好看。你会玩吗？啊？我找自信来了，我找到我的自信了，好开心啊！王子异，现在全中国可能只有你不会这个游戏了。啊，比大熊猫还稀少了，现在。这个不是玩几码，是玩王子异。